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众所周知呀，跑车的车身都比较低矮，比如保时捷911、法拉利488等等，还有 F1 赛车的高度也限制在120厘米以下，所以车身越矮的汽车性能越优秀。今天我们说一款车身特别矮的汽车，全球最矮超跑，车身高度仅有48厘米，车尾呢还装有火箭喷射器。这辆跑车是由英国一位大师改装的，被命名为 Flightmobile， 超跑仅有 48.6 米高，站在车旁都还没有膝盖的位置高，看上去啊就像是被拍扁的汽车。据说这辆车还拿过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因为车辆的特殊性并没有安装挡风玻璃，车上最多可以容纳两个人乘坐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这台车动力很强劲，搭载一台 875cc 引擎，最高时速160千米每小时，更厉害的是车尾还有火箭喷射器，只不过不能喷火，只是排气管而已啦。如果这辆车量产并且在市面上销售，你们会不会考虑购买这样一辆车呢？这位大师的改装也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买单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点下关注哦。